吓唬你们让对方捆绑，在那时候觉得你懂事，只有感情就不快乐，直到现实我出生可是不到这么方便，身上该有的坚强，你的欲望沉浮在心里面多久，我在想他是他不到我后面成长，才危险，下一刻可以拉过去，拉过去的再留下一点泪，再留下一点泪。